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my。 生了两个小朋友之后啊，肚子整个超垂的，然后穿衣服都觉得蛮不好看，没有自信，所以隔了十年之后决定来做这个腹部拉皮的手术，希望可以回到还没生小孩的时候的样子。Hello， 今天是术后两个月，现在的我跟自己的身体不太熟，尤其是我手术完后第一次洗澡，对，我觉得我好像完全不认识他一样。现在的我肚子已经不见了，然后胸部又变大了，就是可以穿一些以前不敢穿的衣服。其实我术后恢复的算蛮好的吧，大概可能手术完的第三天我就带着饮料罐去逛全联，不过没有闲晃很久，就是把该买的东西买买就回家了，不至于会影响到生活。其实第一次来给胡医师就是面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蛮亲切的，那对于我身体的部分他也讲得很仔细，就是可能讲的还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自己的身体。那在手术前画线的部分也都就是画得很仔细很仔细，然后让我知道哪边要怎么做。其实第一次踩进来星星的时候会觉得感觉是舒服的，不会让人家觉得有压力。那这边的护理师跟咨询师医师其实都还蛮亲切，那聊天也像朋友一样，对，所以大推大家来这里。